七姑娘，小心台阶。是清白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啊？程郎，入府行迹可疑，他会伤害祖母，还有府里其他人吗？先别放心，我并不会让他这么做。你可曾从他口得到声消息？他说，罗老太爷生前最常待的地方就是怡心斋。什么人？老夫人，府内有黑衣人出没。 你丢下这么大乱摊子，你叫我怎么办？都水了，都水了！雪姬，哪里走水了？你祖父可都在里面呢！您别着急了，母亲，母亲，祖母，您别着急了。 当年尊府夫人生产之时，很可能服用了大量的催产之药。等到她为人母时，生产便会格外之凶险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也会愈发的体弱呀。顾大娘子对我有恩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替她保守这个秘密。可如果七姑娘将来知道了怎么办？她永远都不会知道。 上次袁景阁的事情之后，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就像每一盏灯都有不同的亮度。公子，出大事了，李云龙死了。我是找他一份证辞就好，只是不知道陆家渠那边什么时候对罗府动手。狭路相逢，见招拆招便是。罗府有证词，你替舅舅去罗府探索探索。明白。